我们现在在机场，要出国喽！机票赶快点，赶快点！我们这边请到郭来帮我们做一下导览。大头英雄郭子野郭，馆头是平均女性要不超三十，要不腰。今天帮各位打碗了，这边看到的是我们小小兵组合系列，准备登机，准备去可缺啦，可缺啦，我们来了！哎，上次我们一起出国就是英国嘞。哎，真的耶，昨天整晚都没睡，哇，这太紧张，又要坐飞机了。你会怕吗？我，错，杀过飞机，怎样给我吃过饭还是？我跟你讲，我就黏在那个啊，我不怕了，我不怕了。银川街、张家界那外面有多大？这个，然后我操，这样，对。像我去口缺，就在做口缺啦的假影片，没有那个观测可以看，我不知道现在飞到多高了。我平常都在看监控那个数字。请问你们现在两位要准备干嘛？做市场调查，因为是我第一次来离岛的离岛，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滑听的。对对对，我想要先下载一下。去美国是有先删掉啦。到站了，谢谢。今天会有一个我们的小岛阿妮卡，而且阿妮卡还要帮我们做一个 studio 校园风玩。然后里面有什么呢？前面先翻过去就。这边哇，酒单。阿妮卡说过哈。他喝底色就代表他喝过，所以阿妮娜喝过16个哦。你说多久笑哎的裤腰来了？多久笑哎的裤腰来了？好谦虚的喊哦。海底捞五星客人来了。好谦卑的喊法。带着教主小梦温来了。现在要去搭船喽，我们电车也上来了。这是里面的位置。郭先生。很安静，你会晕船吗？锅还好吗？还好，不过很快，十分钟，车都可以。今天两位实测是可以度过。我们这一次来的地方是，我爱粤语。这手好焦点，对，这不是重点。你本来有听过这个地方吗？其实我没有，我其实也没有，我只听过金门，但我不知道粤语。小金门呢？也没有。我们今天都是第一次来。有人刚有人刚才念什么？他叫我念那个什么？自力更生。好多标语。这边蛮多人在这里拍照 ，IG 上面。Hello。广告了是吧？对对对对。高粱。不要闻，它闻了就是出去要会被酒测。我想要闻有点酒味了。你想直接喝吧？冰。哇，可以闻吗？有香味吗？这样也要闻？可以喝吗？哇，这个是我们厦门一般宴会，然后干杯就是用这种。哦。比较年长的，他们是用这个，对对对，用这种，或者哇，真的假的？现在9:22要开始喝高粱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很重要的，因为我们也有就是酿酒的课程，它会比较醉一点，因为我们像其他，所以这是你们自己酿的，对。然后枸杞它本身就是有比较丰富的胡萝卜素，所以它可以增加我们体内的氨基酸。那无花果的话，它可以降低疲劳感啊，然后帮助我们消化的。对啊，是可以的，就是早当早餐，那吃不太饱就喝这个。那你要不要问他重要问题？哦，那你单身吗？然后他会改变了他本身的。这个好喝的，它有中药的糖，很香哎，很辣。它的果实啊都已经被拿去做高粱了。然后它是我们以前怎样？好辣。
我们以前、啊、可以扫地的，啊，对，都可以扫地啊，像扫这种布都很好扫。对啊，还有这种有缝隙的地板也都很好玩。为什么不想来金门玩啊？你们金门好玩啊？真的吗？因为我们高粱，对，因为想要喝高粱。我们是第一次的。我为什么？你不是说你会喝吗？你该不会今天也第一天来吧？而且刚喝完也说好辣哎、欸，奇怪了。开始讲出我们最的这个地方，我们叫出最店。好，剪掉。两个一起剪、啊。哎、欸，对对对，可以再短一点。他尽量让杰看不到，会比较好看。修杰克慢。哈哈哈哈哈。然后就把它夹在大腿中间。波是不是很会绑东西啊？当然喽。为什么？平常练习。为什么会练这个？因为我喜欢扫地呀、啊。看一下你的小扫帚。自剪小扫帚。这可以拿来干嘛？扫地。还有嘞？打人。打人。打人我们现在在外面留个影。好，影印。好，谁一直在接话？他都留个影，他要接影印。我真的遇到他的朋友了。多少？三二一。好有公德心的锅，很少看到吧？这里是不容垃圾的。欢迎哦，欢迎哦，里面做扫把。关你什么事啊？阿伯，因为很凶啊，你快过去的。姐姐，你大伯哦，大伯哦，是人物嘞，干嘛？该分解啊。阿伯，你干嘛呢？阿伯，我是大伯啊，我是大伯。就冷漠。要讲几次？阿伯，你少接顾，烟蒂还都在呢，烟蒂都在原地耶。有啊，没有人问你怎么牌子，好不好？感谢，好。下午也是你吗？都是你。那中午炒泡面也是你炒吗？好，晚点见喽。晚点见喽。他们要做好多事哦。什么破音？好大声一点啊！还不来争吗？都破音了，还不来吗？可是放过那面墙。等我一下啊。他在背这边的介绍。好好笑。哦，总体来说呢，他是以前阿兵哥他们的一个干妈屌。好，这不用你解释吧。哦，这是那个牙膏的。哦哦，这种也是啊，小时候也会吃。哎呦，那个快跳糖哎，是这个吗？那个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这个。就是刚刚吃完，它还有这些糕点，就是老板娘回来之后，然后自己做这些。我们现在要在古厝里面吃西式下午茶，这种体验呢、啊，只有在烈屿才有。鸡头，鸡子。天哪、啊，芋泥配咸蛋黄，很好吃。很扎实的这个芋头，它真的很好吃的，而且它不甜。金门是不是很盛产芋头啊？嗯。麦小金，对啊，还是你们有空再过来，还是要？这时候的锅还不知道，他接下来吃的都是芋头。我们想要吃芋头全席哦。拜拜，妹妹，拜拜。现在到的是我们的中餐。刚喷了酒精，然后在那边闻。是高粱？是干嘛？真的是高粱味。你是不是超爱吃炒泡面？对啊，我自己很喜欢做炒泡面。我炒泡面的炒龄已经有超过五年，好多哦，炒龄五年。所以我是有资格评论这个炒泡面。这炒泡面的话，它就是用类似蛋炒饭的方式，就是有这种散蛋在旁边，这很喜这个流派。然后另外一种流派，有点韩式的，它是有个荷包蛋半熟蛋放在上面，也是一个流派。然后像他们很厉害，就是他把这个葱油。葱白地烧，先去炒，然后炒到有点焦焦的哦，而且还有加高丽菜，就增加它的脆度跟口感，真的太厉害。我们炒龄五年的博士，现在要来帮大家鉴定这碗金门炒泡面。没有阿兵哥的吃法哦。怎么吃法？阿兵哥，好夸张！阿兵哥没有这样吃吧？阿兵哥，请留言骂他。嗯，等一下，你刚刚那一口全部吃完吗？好夸张！这样吃很爽。
小金门也是盛产芋头，所以刚刚的面包那边也有芋头。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因为我自己煮刷刷锅也很要求芋头一定要煮到里面是完全软烂的，所以我的煮芋年资也差不多十年，这也是不要闭眼睛，所以一定要这样子，筷子轻轻这样压就可以，这样轻轻这样压就可以，这才是最正统的，就是要煮到这样，是吗？其他的芋头粉请在下面留言。芋头很好的，波波是现在第四碗准备。阿兵哥在扫盘了，二度扫盘。恭喜我们的三合院得到两个通通赏。通通赏。哇，有脆的。好香哦。这么厚。很快，很快。这感觉就很赞哎，很爽。还有刚炸。对啊，真的。它肉也很嫩哎，好蒜哦这个。而且我喜欢它粉没有很厚。对啊，这样很好吃。哇，超多蚵仔的耶。它的蚵仔。嗯，它虽然很小，可是咬下去还是有味道哎。很鲜哎。鲜甜的味道，厨师能够把所有的食材融合的那么好，他跟他老婆应该感觉很好。你的推论好奇怪，然后干，金门的蚵仔煎，真的不太一样哎。老板，请问你结婚了吗？结婚了。哦，对对。老板，请问婚姻很美满吗？婚姻很美满哦，恭喜恭喜哦！因为他说做了这么好吃的料理，一定是家庭很幸福美满。没错，很好吃，超好吃。哇！我觉得这个吃的也会很饱。它表面是那种焦焦、有点脆脆的皮，然后里面就是蛮像蚵仔煎的那种太白粉，然后裹那个蚵仔。我像是蚵仔的面团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下个月全部都是的。啊、我们现在全体肚子爆炸，因为刚刚很饱了，但还是吃了很多。哇，这里有颗大鱼，大鱼头。我们现在要去打水弹，这组待会去搭讪教练帮忙吧。会。这个现场蛮可怕，帮你们拍好不好？好可怕，被打死了。被打到会很痛吗？会啊，很痛。勇士们准备好了吗？完全没有。勇士们准备好了吗？不要。好了，呼喊一下 Sam。Sam。小刀怕等下被打。你那等一下，大家跟着我走，我们需要看一下今天会使用到的场景。我看到车子，我看到油桶、沙发，都是你的障碍物。我们先来喝一下。你们在找到那个吗？高粱。我没有。有人想要喝高粱再上路。在外面也是战场。哇，走这里蛮美的。然后我们等一下。那你觉得我们可以就是chill一点在这边休息？好，没有问题，那我们下去。没有。头灯就准备开始了。OK。比就比酒啦，不要比这个啦。比酒我是可以的，我没有在怕的啦。我跟你说，他可以说你已经被淘汰，请问出发点是哪一名？那他闪红色的话，这时候你就双手举高，往下一举，然后走回你休息区。不然你直接走回去，你就已经被淘汰。看一下我们的战士，哇！教主回到他之前在这边当兵的时候，还没有那个，你知道哪个？那你手是怎样？好，我们领枪。啊！出发了。手机起来。恭喜！不恭喜！有人走的时候，手举超高的，练那么壮干嘛？这个反射的臂拿起来挥啊！谁看那个？很小。练那么壮的手臂拿来举高，是不是啊？没错，举得那么壮。都不知道我们到底在哪里，之后两个人就直接从后面，然后再进来，然后其他人就在四边。一走，走，好，回去。好可怕，好可怕。算，把手碎。
没了。这运动量超大的，大家吃饱可以来，推荐，很好玩，蛮好玩，而且不会痛，真的不会痛。大家都知道几场，真的是玩，就杀红眼就。我觉得来这边玩，如果对方有男生的话，你就是可以用我是女生的招，因为我刚刚我就跟阿丽还用这招，我是女生，那我们上去看一下，拜托。你碰到女生，你就说你知道我当过兵吧？你知道我以前是战队的吗？而且推荐跟陌生人一起组队，因为会很好玩。对，我们刚的 MVP 翔哥超强，一人对战全部，厉害厉害！你们从哪里来啊？南投哦，还有台中啊，哦，北部，台北，看起来很台北人哦。哇，怎么样看呢？怎么看呢？台北人，等一下，什么意思啊？台北人等于什么？拜拜，我们刚的战友。哎，这样子锅有芋泥跟芋圆，不好意思哦，芋黑，这里离不，这里逃不过芋头。红豆，什么什么的地上色，芋泥感觉非常，炼乳，桑葚好吃哦，超级好吃。他们说它的黑糖很好吃，嗯，它的黑糖跟自己手工熬煮，哇，这个芋泥也太赞了吧！这边的芋头真的芋头控的天堂哎，好吃，它的芋泥超好吃的，超好吃。不过你吃下芋泥啊，真的，芋黑要吃芋泥。它的芋头味好重哦，哎，超好吃。芋黑，芋黑很神奇，芋圆。它的芋圆不是走那种非常 Q， 它是扎实的，对，它很好吃哎，感觉有真材实料。他穿那个鞋子，9000块的鞋子，9000块，打过水弹后再来沙滩蹂躏。为什么？加油！什么？加油什么啦？单身台北工程师，单身台北工程师，单身台北工程师。看看看。台北黄金单身女子工程师一位，小梦，另外一位阿妮塔，两位真有中啊朋友啊，好过路过不错过啦，机会有限，明天班机一早飞哦，机会有限哦，明天班机一早飞。阿妮塔什么星座？水瓶。两位水美的，台北加油加油加油。麻花甜啊，挺好吃的。这是蒜味的吗？嗯，这边有一个糖霜在外面。你是第五代传人吗？有没有传给我还不知道。哦，还是这边问一下。大家爆买一波。这组买了什么？我买了麻花跟豆沙。啊，可是其实我蛮想再买原味的麻花，可是麻花好吃，可是它原味要等你。好酷哦，很多假炮台。这边就是厦门，好近哦，直接看得超近的。各位厦门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好。对，丽宇这里都跟你们打声招呼了。那今天为什么要这个节奏？好适合啊。好怪异的人哦，不知道他们在踩什么。因为我可以看一下。挖的吗？哇，你挖的好多哦！可以借我看吗？哇，好厉害哦！我们接下来要去吃晚餐，新大头。这个大肠，
哦，蔗糖好 Q 哦，嗯，蔗糖好，蔗糖很有嚼劲，很新鲜，嗯，而且没有味道，对，没有那个腥味。又是芋头，恭喜郭中奖。不难，你不难吃。这个粉真的蛮比较厚的，刚才芋头也是好吃的，只是它的炸法跟中午的不太一样。味赞，然后感觉配一个台啤，哇，十八天，赞啊！猪血肠真的蛮新的，比猪血的味道再更重一点。它面线本身是没什么味道，因为就是猪肠味道比较重，嗯，对，所以它就是面线就比较淡，所以一口猪肠，然后一口面线就很爽。所以这种面线是你喜欢的，嗯，是蚵仔煎，跟我们早上不一样，这个是有蛋的版本。他们的蚵仔很小，所以每一口就是都爆满蚵仔，可以抽。他们蚵仔都给的很足。哇，真香！只是它是放葱，它不是放那个小白菜。我们今天住的地方，今天住的地方是这一村，过了这一村就没这个店哦。对，真的，过了这一村就没这一站。被你讲对了，过了站的站，还要到别人家玩的感觉。我们现在要来玩一个高粱九宫格的游戏，感谢我们的阿妮塔帮我们准备很多种高粱调酒，所以我们现在呢就从这九种里面，大家各写自己的冰果，等一下轮流每个人讲自己想要圈哪一个调酒，讲的人就要喝，然后其他人就可以把它圈起来。好，有什么问题？家主看不懂啊，对啊，我是看不懂你的字吗？快点，你的字长怎样？天哪，真的是蛮难懂。郭先开始，选养乐多，养乐多高粱，好，养乐多先加，先去加一点冻高粱，我们冷冻过的高粱，好，好搭啦，好搭啦，有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很好喝，真的，很高粱味吗？不会，就有那个高粱的味道，很顺耶，可是那个酒精味没有很重，蛮好喝的，蜂蜜菊花吗？蜂蜜菊花，有吗？我还是觉得就是要除毛才比较。蜂蜜菊花茶配高粱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是顺的吗？嗯，搭的，搭的，是一个团体。我觉得蛮两个融合，就是交有那个。那我要酸梅汤。我来吃，我来吃。啊！哎，好喝哎，很好喝哦。因为它有点，因为酸梅汤味道很重，所以它有把它压掉的感觉。酸梅是的，哦，这真的，好像本来就是同样一个饮料。对，这本可以卖这个，真的可以。好，可尔必斯，喂，哎，是当地人推荐的，他们每个人都这样讲，可尔必斯高粱就是在地人推荐的组合，还不错，可是我觉得还是没有赢过酸梅，哎，这边有个很急的猎狗，我还想喝，可能，狮子王里面的狮子王里面那几只，好像哦，我还觉得酸梅他们的酸梅汤最厉害的，目前是奶茶控，好了，现在我们。一样是8:2喽，两杯高粱 shot 加进去，好喝吗？喝起来很像奶酒，有喝吗？有，可是我觉得它有超越酸梅汤，它有甜味，带过那个高粱的那个酒气。所以不就是你的第一名吗？也不算，我觉得我的第一名还是这边的男生是吗？阿兵哥。那我觉得我第一名还是蜂蜜菊花。对，真的，你很怕高粱味的话，你就是加多一点。真的就是会让你回甘的那一种。柠檬，柠檬。其实我们也没在玩冰果，因为我们就全部都会喝到。对，柠檬，柠檬。请喝柠檬。就是两个是在一起，可是你还是喝得出来是高粱。只要闻得到高粱的味道，有些女生就闻不到，对吧？不行，我完全盖不过。对，最后一个青草茶加高粱，也是我们最后一个调酒。不行哦，盖不住。目前真的没有一个可以赢过酸梅，酸梅真的好搭哦。因为我自己是有点怕酸梅味，可是那个烟熏的味道跟高粱很搭。很搭哎！我今天第一名是酸梅汤，耶！第二名是蜂蜜茶。我的第一名是也是酸梅汤，第二名是奶茶，我觉得奶茶的也蛮好喝的。高粱越喝越好喝哎，因为本来觉得很辣，但是现在越喝越久，习惯了就不会怕辣。就是那个尾韵其实还蛮，就是蛮暖。重点是一定要冷冻过，才不会辣。必须要跟大家说，红油担担面新入口味花椒麻酱更猛了，超猛，超猛，真的很好吃。有这个泡面，友谊之面一定要这样分着吃才最好吃，吃
试看，试看，是不是超猛？超好吃。大口，好，大口，好，马哥哇，好大口、哦，哎、欸，这真的很，而且你拌的超级，很爽啊！我跟你讲，我的伴侣、啊，我的伴侣已经五年以上了，真的很好吃，拌的超级好的，嗯，哎、欸，是不是很好吃？一口就吃饱了，哇、啊，这个愿意留一口给你的人是不是真的朋友？是吧？真朋友，什么干妈？老干妈，老干妈的味道，喝醉必吃，喝醉必吃，它的椒麻超爽，那是老干妈的味道。最后一口一人一半，那么小一口一人一半，这是见证友情的时刻。Sorry， 咪咕，咪咕，不好意思啊。好好吃，很好吃吧？椒麻我觉得超好吃的，椒麻是最棒的口味啊。OK， 噔噔噔噔噔噔，什么意思？进来又出去，噔噔，进来又出去，我进来又出去，进来又出去，来来。出去，好无聊的一首歌、哦。玩，看一下安妮卡现在全副武装，为什么可能？完妆哎，你看，起床了，你看二六跟三十的差距。